女特警果敢大胆，在各种困难面前保持勇往直前的勇气，坚定的信念和胆大心细的意志力。既然当女特警了，在外人的眼里你就已经是一个女汉子了，这份职业可以保护人民群众，完成了我年少时的梦想。我是上海市公安局特警总队防暴突击四支队的副支队长，现在我们一共有七个中队长，每个中队长呢分管两个大队的女学员。我们主要一是承担新警岗前培训实战警务技能的部分科目教学，比如控制反抗啊、射击体能、警械使用等。你肯定本能反应先把灯开，然后我有距离我才能拿警械、拿喷雾、拿枪，懂吗？所以震弹是为了防御而准备的。二呢是女警学员的日常队伍管理和生活保障，与学员的关系应该是亦师亦友、一家人这种关系吧。哇塞，你看这次我跟你，我这次跟你说完之后是多少？因为你之前你的注意力集中全部在靶子上。对对对对。我们从2018年至今已完成了三期学员的培训工作，主要是以女学员为主，一共大概有400名女警学员。握把的话，右手往前走。培训的新警呢，主要是国家公务员考试招录的学员，新录用的民警，他们以后会分配到整个上海市公安局所属的各个部门和一线的派出所。蹬下去，倒地以后，顺势右脚向前跨。左手往上拎，转。女特警相对于男特警来说，更需要在各种困难面前保持勇往直前的勇气、坚定的信念和胆大心细的意志力。介不介意被称为女汉子？我还是比较介意别人叫我女汉子。我不太认同我是一个女汉子，算是女汉子。我不太介意，因为我性格比较飒。小姑娘扭不开瓶盖这种事情在我们身上应该是不会发生的。灯泡坏了、门坏了、窗户坏了，这种都是自己来修的。虽然是女汉子，但是女汉子心里还住了一个小萝莉。我觉得一个女人就应该要有一个独立自信的一面，所以女汉子也不是一个贬义词。祝广大的女性朋友们38女神节日快乐，智力至强，永远芬芳美丽，为着自己的梦想去不断的追求。希望你们在为自己身边人付出的同时，也多多宠爱自己，做一个独立自信更爱自己的女人。我是上海特警，上海由我守护。